如这个世界真的存在多重宇宙，那么我们是否幻想过，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，我们会过着什么样的人生，会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会发生一场什么样的浪漫爱情故事？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爱情，它能让我们消除孤独，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但是如何传达正确的爱情观，摒弃不切实际的爱情套路呢？此次节目组邀请六位男女嘉宾挑战编剧新身份，两两组成创作搭档，他们将在编剧创作生活的磨合体验中探寻自己心中的理想爱情模样，并最终将他们的创作想法通过影视剧呈现给观众。我们希望通过他们所创作呈现的多元爱情，传达出真挚和积极健康的爱情观，鼓励更多的人相信爱情，勇敢去追爱，表达爱。一直觉得爱情像是童话故事，若即若离，难以把握，从来都是饰演别人剧本中的爱情，轰轰烈烈的。这一次想静下心来演一演自己的爱情剧本。遇见一个人只需要一个擦肩，喜欢一个人只需要一个眼神，平行时空里的理想爱情只需要一个剧本。在平行时空等我，没想到最期待的恋爱就献给了自己写的剧本。希望这里的爱情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。我想对剧本里的女生说，如果时空可以颠倒，剧本可以重写，我想成为你的男主角。我一直都知道山是水的故事，风是云的故事，但我现在很想知道在这里的故事。我一直都觉得爱情真正的模样绝不是极致与完美，恰恰是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包容对方的不完美，不苛求自己，不苛责对方。希望这里有一个不完美的完美先生。